花自盛开，静等风来。第八轮，新疆天山对阵上海宝山大华，把这球呢给他薅下来，漂亮！利用掩护之后呢，漂亮！哇！并且呢，场均他还有十七分的得分，好球！踢的来了，王丽丽，漂亮！一节多一点就休息了。掩护之后啊，再突，漂亮！急停三分，掩护过来，没给出去啊！刚才陈明玲已经下顺了，再打，好球，够硬啊！夹击。张志廷三分球有吗？又是前场篮板啊，掩护漂亮来了。刚才呢，在这么一个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呢，轻松来实现的好球。这种保障和投入能够让我们的运动员呢有更好的一个恢复。好球，王丽丽急停跳投命中，要给，对，要给王丽丽做掩护，三分球的机会命中了，已年满了三十周岁，断了，漂亮，李玉雄上篮命中，过来要把比分再，哎，断下来了，漂亮，王丽丽再抢断一个，再打进，好球。只要你想，再难的事儿都有可能实现。再转，正面再突，好球。好球，张子婷漂亮，陈明玲的断球，王丽丽传球给，再传回来，好球，抓对方的失误打反击，来了，关键时刻的三分啊，外线有机会，马上还了一个三分球，给了，夹击也来了，弱侧的空切，好球，球。切到篮下了，漂亮！再来三分球命中，正面突，漂亮！来三分球，王丽丽命中了，好球啊！哇哦，马上刘帅，注定的是一场强强对话，来了，好球！朱美琪上篮打进，哎，脚底打滑，大号，哇，三，漂亮，李玉琼打进两分，还有追加，最后的几秒钟投篮不中，全场比赛结束。王丽丽27分，9个篮板，4个助攻，6次抢断，新疆天山上演了惊天逆转，25分落后情况下的惊天大逆转，战胜了上海。